来，他当天就回来了。拍点素材。这次打击演练，我们完全依照实案组织，着眼提高火力快反和精准毁伤，全面检验武器装备实战运用中的新打法、新战法。各家注意，各家注意，限令你们于。我们紧盯随时能战、准时发射、有效毁伤能力标准，弹在架上，蓄势待发，有信心、有底气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，坚决完成作战任务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和台独分裂企图。